card， 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接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接拍，对，接拍，对。可是我不会摆动作。我教你。行。过来旅游的是吧？我们是来写生，在苏州写生过来吧。哦，哪里的学生？福建的。福建的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前面一点。看我那头啊，非常好。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吧。社交媒体会不会很难看？我给你看一下，大概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往下滑一下。嗯，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嗯。怎么称呼你？我姓杨。杨小姐。嗯。我叫徐旭东。你好。幸会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拜拜。那个照片我能？可以，你加我微信。好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我要做街拍。可以。你就站这里吧，看我镜头啊。OK， 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好的。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小玉。小玉，我叫徐旭东。幸会。谢谢。